狗蛋，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200万全部花光，走，做大做强。怎么开不了？狗蛋，你干嘛呀？走这边呀，你看专属位置，小板凳都给你准备好了，上车。哎，<笑>来称一下，现在总的有19.75公克，多少钱？8000给你赚了。8000一公斤的话，我算下啊，15万吧。很好，芋头啊，15万吧。贵了。6000，好不好？11万8000，15万整，10万整，10万整，过年了，峰哥就这样了啊，圆圆满满。来来来，狗蛋帮忙。哎呀，走走，感觉牛奶底挑滑，而且是一个青草绿的感觉。哇，透手啊！这里还爆出了一个洋绿色，天呐，点翠值千金，这几抹已经够独特的了。然后呢，它这里好像是有纹，然后标记出来了。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出一个我们的无石牌，然后这边呢可以做一个。 平安扣，你们看小的和大的，这样的话就是把这个花色包含在里面，来吧，我们就这一袋，走。哎，来来来，差不多20公斤，怎么算？1公斤20000。这个要1公斤20000吗？对啊，你确定吗？确定。看一下质量很好的边角的。9000。15000。整数一万块钱，可以了，我算一下啊，就25000嘛。拿水，拿水，拿水。哎呦，走你，镯心哇，肉质好细腻啊，而且很厚，像这种的话可以做好几个平安扣，像这种做出的挂坠的话就是焦焦润润有胶感的，这一袋先拎走，这么公斤的，怎么开价？3500。4万5喽。对，2000，2000。镯心都是实打实的好东西。3万块钱整数，年底了
来这些都做好了。给你到4碗，4碗88。哎呀，哎呀，寓意都好。行。好，陈酱啊，这块的话，它虽然是带皮壳，现在打的这么厚，还如此的通透，肉质特别的细腻啊，很紧实。它做一个挂坠很好看，这筐直接搬走。算我9公斤，市场价1公斤。5000，4万5。干脆一点，好好给，我没给你开价。4万6，凭什么这个金额？5万卖给你。